行，中午要吃什么呀？天这么热，一点胃口也没有。做个酸辣开胃的土豆丝儿吧，咋样？酸辣开胃土豆丝儿。嗯。太热了，是吧？热的一点胃口也没有，啥也不想吃。嗯、那我来削吧。来，我削吧。我来吧。你家的好、啊。这个活儿能干，你干点别的。都得长这样。削了放在那里。好嘞。我来扒点蒜吧。小的别人呀，把需要的配菜咱们给它洗干净，洗上一把香菜，洗干净的土豆咱们给它擦成丝，刀工好的也可以切。哎，又擦又擦了，像我这刀工这么好的我都不切你知道吗？我主要是刀工不好，要不你来。行，我怕切出手了。我舀一瓢水过来。喝水啊？不是，放土豆里面。哦。我喝水也舀一瓢，喝凉水呀。要不你拿水管接就行了嘛，舀过来多好，想用用你不行啊？什么问题？擦的土豆都擦出汗来了，热死了。啊，胡萝卜是不是也擦进去？对，胡萝卜不擦进去，胡萝卜硬度不一样，倒啊，干脆点。再来点。今天夏天的水用的快。来。够了吧？嗯，防止它一会儿氧化。擦好的土豆丝儿，咱们把淀粉给它洗掉。先泡一泡吧。把准备的胡萝卜给它擦一下。胡萝卜不用一根，有点多了，少加点就行，配个颜色。长长的头发，黑黑的眼睛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。案板给我拿过来。好。把香菜给它切成段儿。可把二姐热的。哎，二姐干辣椒了，太热了。哎呀，够了。辣椒怎么说？辣椒说拿过来。把大蒜给它拍碎，然后做成蒜末，干辣椒给它切成小段儿，
蒜末中加入一勺辣椒面，点热花椒油，把花椒先给它捞出来，将热花椒油浇到辣椒面上，香味已经出来了啊。咱们来拌个料汁儿，料汁中加入一勺白糖，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食盐，少量胡椒粉，两勺生抽，一勺陈醋，再来一点点小磨香油，再搅拌均匀。咱们来烧点水，水开了，先把胡萝卜给它放进去，因为胡萝卜比较硬，先煮上一分钟。胡萝卜丝已经煮熟了，下入土豆丝，这个土豆丝给它烫上个30-40秒就可以，这个不用时间长。土豆丝变成这种透明的，赶紧给它捞出来。纯净水，给它拿凉水泡一下，这个一定要用纯净水，不能用水管上的水，这样吃了容易拉肚子。泡好的土豆丝，咱们把水给它倒掉，倒掉之后给它控一下水。控好水的土豆丝，咱们给它装入大碗中，香菜段加进去，倒入咱们拌好的料汁儿，再来点芝麻，充分给它抓拌均匀。我来尝一尝，酸辣爽脆，特别好吃。好，好，出锅。装到这个盘里吧，开胃小菜做好了，开饭啦，吃饭喽。哦，酱牛肉，空心菜，今天的米可真软呀，胃口不太好，这个吃的软了一下。谁胃不好？我。是吧？是咱们这开胃土豆丝儿。嗯，爽口。太多了。没多少了，就这么多了。吃吧。嗯。吃再买。嗯，这样饭可入味了，而且特别脆，好吃。这辣椒不太辣。嗯。再加点醋啊。